Who is a Wenger？ 1996年6月1日，《太阳报》用“谁是云家”呢个标题嚟欢迎呢位日后成为阿仙奴史上最成功嘅领队。云家嘅球员时代只系曾于1979年帮史特拉斯堡夺得过法国联赛冠军，除此之外就平平无奇。退咗役之后，担任咗史特拉斯堡嘅少年队教练，直到1984年，云家正式成为领队执教蓝石。去到1987年，云家执教摩洛哥，当时引进咗好多出色嘅球员，好似英国嘅河杜、德国嘅奇连斯文，仲有非洲足球先生韦亚，帮摩洛哥攞到法甲同埋法国杯冠军。去到1995年。云家去到日本執教名古屋八擎，并击败广岛三剑，协助球队历史性赢得日皇杯冠军。虽然云家在法国和在日本都取得过成功，但在英国很多球迷对他都不太认识。当年一个外国人来到英国執教一间英超球会，仍然是一件很新鲜的事。而最好笑的就是，当年英国最热门的赌注就是赌下云家几时被阿仙奴炒鱿。当然这个赌注是没有一个球迷赢到钱的。跟日本球迷告别后，云家就正式登陆英超。1996年10月12日，云家首次领军以2-0作客击败暴力般流浪，展开他的英超之旅。当时在他身边的仍然是助教怀斯和队医加利利云。97-98年球季，云家正式带领阿仙奴，亦展开了云家在英超的阿仙奴风暴。比提、奥华马斯、安尼卡配合原有的柏金、韦拉、胡礼和一条稳固的老人防线，云家为阿仙奴带来了第一个英超冠军，同年亦夺得足总杯，成为双冠王。云家除了为阿仙奴带来冠军之外，另一样最令人赞誉的就是云家在买卖球员方面的眼光。1998年300万镑的龙格堡，1999年1100万镑的亨利，同埋2000年600万镑的皮里斯，云家用他的慧眼为阿仙奴注入了一个又一个的传奇。2001-02年球季，云家再次带领阿仙奴力压曼联，以全季作客不败的姿态，提早一轮在奥脱福夺冠。同年，阿仙奴以2-0击败车路士夺得当届的足总杯冠军，阿仙奴四季之内两次成为双冠王。云家当然不满足于英超啦，他继续引入球员。2002年的基拔图斯华和高卢托尼，2003年的列文，他们将会见证云家为阿仙奴创造一个英超的神话。2003-04年是梦幻一般的赛季，没一个枪迷可以忘记。联赛26胜12和0败，不败夺冠，成为绝对的英超王者。不败球季后，云家和球会有一个更远大的理想，希望球队能够和欧洲豪门看齐，所以他们决定起一个60000人的球场。从此，云家、阿仙奴将从高贝利走到酋长年代。其后一季，阿仙奴击败曼联夺得足总杯冠军，但同期韦拉亦离开了阿仙奴，转会到意甲的祖云达斯。可能云家依刻已经知道球队未来条路将会非常之难行。其后一季，球队联赛表现下滑，要踢到最后一轮才至力压死敌热刺，取得来届的欧联资格。欧联就恰恰相反，球队一直过关斩将，走到巴黎决赛面对巴塞隆拿，可惜在打少一个人的情况下，球队只能跟奖杯擦身而过。一件枣红色的球衣见证着高贝利时代的结束，在一片欢呼声下，云家又怎会想到球队未来将会9年无冠呢？不败一代主力相继离去，留下了一个一个的年轻天才，可惜缺乏经验老将下，球队亦正式步入黑暗期。球员为了自己，为了荣誉，为了奖杯，为了金钱，一个一个舍弃了阿仙奴，舍弃了球迷，唯独这一位老人家一直坚守。2010年最后一刻的误会，令奖杯再次失之交臂，多年来果粒无收。2011年的8.12事件，
令这位老人家被枪迷再次推到刀锋口上。他可以选择离开，或者有其他人可以为球队带来奖杯，我不知道，但我知道没有一个人好像他这样的阿仙奴。1213年球季，我们再次有惊无险地夺得来季的欧冠资格。在球队慢慢走出酋长债务的困境下，2013年的夏天，转会窗最后一日，云加用了4,250,000镑引入了皇马的奥斯尔。今届的联赛，我们仍然有机会夺得联赛冠军和足总杯冠军，而云加的合约在今季亦会完结，他会不会留下呢？但我相信，无论云加最后以什么方式离开，他永远在枪迷心目中都有一个特别的位置。In Arsenal, we trust.